你看六祖大师、禅宗的慧能大师开悟时阵讲的，何其自性本来具足啊！啊，何其自性灵性万法，灵性万法就无所不得啊！啊，本来具足就无所不得啊！伊的第一句话爱会记哩，何其自性本来清净啊！伊本来清净，就是无滴也无滴。起作用的时阵是无所不滴，无所不滴，这是真实的佛法啦。这拢唔是对外面去求，拢总是自性内面本具的。下课去到位学，下课来对这个所在来学，这就对了，就正确了。所以诸位学佛，唔是爱念真侪珠啊，唔是讲哦，你爱读偌侪珠啊，读万卷珠，行万里路，才成就学问，迄是世间的，迄唔是佛法。佛法叫你什么都免学，真正到无地无地，你什么拢通了，什么拢得着，佛法就教你一个啊。慧能大师是上好的榜样，伊无读过书，伊唔捌字，但是世出世间法，无一项未通。法台禅师读了十年《法华经》，唔知《法华经》什么意思。到六祖麾下向六祖请教，六祖讲：我唔捌听伊讲过《法华经》，你念给我听看麦。六祖唔捌字，叫伊念。《法华经》有六十八品，伊只念到第二品方便品，六祖讲好了，唔免阁念，这我拢明白了。有二十八品到第二品就明白了，阁一个讲解给伊听，我才开悟了。这是倒位学来，自性本具啊！咱唔知影去找自性本具的物件，对外面去求，心外求法啦，可怜啦！啊，你到倒一世人才会当成就啊？佛陀在世时阵，向你佛地位第一，有人请教释迦牟尼佛，向你佛为什么有遐大的智慧？佛举了一个比如，因为道场内面有经果，佛记迄个果，问迄个人，迄、那个果内面是啥物呢？伊讲果内面是空的，啥物都无啊！大口即大明，小口即小明，下里佛的心就敢那果共款，内面啥物都无。所以你无论问伊什么问题，所以问所以答，无一项唔知影，就亲像迄个共款，大口大明，小口小明。人讲个内面装着物件，迄就袂单咯。所以诸位要知影，八道内满百经轮的时阵啊，无路用啊，什么都讲袂出来。佛是叫你空啊，一空到底，这是佛法。所以见何同解，伊是建立伫个即基础上，互咱每一个人拢恢复到清净心，恢复到觉净精。即、这个精团，即、这个团体，当然是所有团体内面最值得人尊敬、最值得人欣羡。即条重要。然后伫思想来讲。盖何同修？盖何同修？就是修法，团体生活一定要有规矩，要有约束。每一个人拢修法，心何同住，口何无争，意何同业，理何同君。啊，理同君是共用，信徒的共用，一定是这。
收容啊，平均的这内面无特权阶级，一些族群一定拢是同款，这是这种的意思。十六位尊者呢，按照因的德行，可以分为七大类。第一大类，有道德、有学问、有才干的人，未少啊。这十六个人里面占大多数，也有甲这个拄拄啊颠倒病，根性非常的迟钝。啊，咱讲武器甲不得了，也有一个就哩半头客，啊，伫大众的当中做武器的啊，距离啊上歹，大概啊真少看到，也无容易看到。第三类啊，显示因果啊，有五位。第六位有土公永慧，人讲心中不露的，表面上跟大家同款，实际上伊真正是有功夫，边头罗婆罗多，这个人是心中不露的。四化方便里面有两位，精进破障也有两位，这是代表合合法门里面，无论是哪一种根性，都可以修学这个法门，说明这个法门修机之化是所有法门里面拢未当相比，所以讲三根破皮立顿专修，甲其他法门无同款。比如讲禅啊，六祖大师所讲，伊所修的对象是上上君临，上中以下的拢无分。这个法门是什么根性啊？拢修啊？这十六位尊者，咱对因的历史也唔免详细讲，主要知影可以参考注解。这个古今大德的注解拢真正详细。我伫这地要说明的，这十六个人用现代人的眼光来去看，因是甚么款身份？下离佛尊者是智慧第一，咱现代人所讲的大铁学家，铁学家是智慧第一啦、啊。无见连尊者是神通第一，通是通达，无障碍，神是神奇，超越咱想象以外。哎，伊什么都能通，什么都能明了。什么拢会响，就亲像咱现在所讲的啊，科学家，伊是一个大科学家。假设尊者，是大家拢知影，伊是禅宗的初祖，禅宗的传人啊，也是古行经代表佛门修行、修苦行的一位尊者。摩诃迦瞻言是议论第一，亲像咱现在所讲的评论家。摩诃苦希罗是答问第一，辩才无碍，这是博下才艺。尼波多尊者是无道乱第一，应咱。佛法的话来讲，伊是正教不迷，
在甲晶晶讲，伊是甲你不美，就你潘头客，这是地主当中最啊低端的一个人。世尊甲咱讲过，伊过去生中是三宗法师，因为念法得到这款的一个果报，所以念法的五七果报啊。伊念法就是舍不得教人，教学生家己爱留一手，唔肯完全来教，惊学生将来成就伫伊顶面。所以有即款的一个念头，这一生得了五七的果报。该在呢，也好过去生中善根深厚，好加伊，最后也证着阿罗汉果，伊是困惑。成功的，难得尊者，这是释迦牟尼佛的胞弟，同胞的兄弟呀。阿难得尊者，伊是佛的同弟，多闻第一，博闻强记呀。罗诃罗尊者是佛的后生，是沙弥的身份，也真正跳贵。在这个团体当中，真显出非常活泼。一般人看到伊也无咧用功，规工伫外口佚佗啊，不知影伊比行，比行第一，伊咧真正修行，伊是伫咧佚佗的当中修行，这真高明啊！这唔是普通人会当知影。佛知影，伊真正用功，但是伊个形象上一刚刚在佚佗，看袂出来，所以未行第一。教凡菩提是宗教家，接受天人的供养。牛师尊者是净智师，就这个老比丘读经。这个、老比丘是证了阿罗汉果，读经大概是无够啦好听，念佛的声调无好听，伊讲伊念经像牛咧叫同款。这个阿罗汉就甲伊讲哦，伊讲你袂当诽谤我，我证了阿罗汉果，你这个罪过诽谤的这个罪过啊，将来会对地牢。伊还真难得，当时啊就忏悔。虽然忏悔了后，伊也阁是对了无心啦，无对地狱，对了贴身心，做了五百世牛，所以牛的习惯就真歹改咯。一感觉无代志，嘴拢底下咧叮当，就像牛咧食草共款。由此知影，咱起心动念非常的重要。唔通随便甲人讲滚笑，唔通笑别人。将来真可能会遭受这款的果报。所以咱对好恭敬，对一切众生拢爱存恭敬心。宾陀罗婆罗多尊者是福典第一。这在《断机》里面记载的很清楚，佛祝福伊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入盘涅槃，佛不准伊入灭，伊还在这个世间，所以往往有大灾强凶的时阵，也可能会来参加，为众生净福。这个拢是菩萨化身的。摩诃迦毗罗是现代人讲的是天文学家，博古罗尊者是，这是这尊学生当中年岁最大的，伊有160岁咯，所以寿命上介长啊。这是过去世前的善因。即世地的善果，好甲人讲，
在乎是发布四个股票，你今仔日发财了，你凭什么发财？不是说你有机会，你真好，那是缘，不是因。因是你过去生中财布施较多，你这一生得的果报财富就多。你发布施多，你聪明智慧；无以布施多，你健康长寿。所以呢，有因一定有果，有果一定有因。世出世法，拢无办法脱离因果的定律。这是咱一定爱知影。咱若要想家己啊健康、长寿、聪明，伫物质修养未缺乏，你就爱知影讲，你爱修因，就是这三种布施，咱就爱认真努力去修学去做。唔免惊，我的财死咯就无咯，袂啊，愈死愈多，这才奇怪啊！愈布施愈多啊，愈多怎样呢？愈布施，绝对唔通囤积啊，囤积就无咯。哇，一句话讲，你的理论就到这为止咯。所以讲是。除了家己生活所需以外，隆重去布施，绝对是未吃亏。或者这个代志看得真清楚，世间人所唔敢做，未了解事实真相，惊伊家己呀、啊、会吃亏，结果家己真正吃大亏了。你唔惊吃亏啊？哎呀，迄个便宜占大咯，这爱怎样？这拢是讲这个事实真相啊！啊，阿拉罗都是天安第一，伊是困惑，也是困惑而成呀。呀、yeah, ，这十六个人，那用现代话来讲，会使讲代表社会上一挂。在现代，呀，因是现的身份，拢是修行阿罗汉。啊，因是这身份，佛的经常有透露一卦，佛讲因拢是发心大师啊，也都是讲因拢是大菩萨。西天做新闻，为释迦牟尼佛证明念佛法门不可思议，来做影响众，帮助佛介绍这个法门，帮助佛。教化众生，因以身作则啊，看到咱对佛所讲的应当深信不疑啊。所以啊，这十六个人拢是惯性的。你讲咱有智慧，咱的智慧比未着舍利佛。还有你讲我真怣，记未掉啊，但是想法面总比周立凡陀客啊更加强。因拢会啊，你后生袂啊？对遐一个比较咧，咱的信心就升起来咯。这个法门我会用了，我会当担负得起啊。刷落咧，这四位菩萨是宽愿、宽行。文殊菩萨代表无上正定正觉，弥勒菩萨佫开始免讲咯。咱伫《无量寿经》里看到，
无量寿经头前的一半，阿难同居，佛叫着阿难，甲伊讲，对三十二品以后，弥勒菩萨同居，佛一开嘴就叫着弥勒菩萨，所以弥勒菩萨受佛的这个护托，护持净土法门，弘扬净土法门。所以弥勒菩萨将来下生成佛，第一步伊就会讲无量寿经，让大家往生西方净土。这个呢，咱在经上看到了这个事实真相。在中国所做的这个像，弥勒菩萨的像，浓缩做菩提和尚。菩提和尚出现在中国的南宋宋高宗的时代，就是跟岳飞啊同一个时代啊，出现的地点是浙江奉化，就是蒋总统的故乡啊，也过去捌有一位国家代表年纪真大咯，我迄个时阵伫台北讲经，伊也是一个佛教徒，伊甲我讲，伊看过蒋总统的家谱，伊的家谱带来台湾来咯，家谱内面有记载，就是伊的祖先伫南宋的时阵，也捌列车。布袋和尚在厝内面共用了两个月，且布袋和尚在因兜待两个月，接受因的供养。所以啊，这个国代代表讲，因兜到现在出现两个总统，大概就是供养弥勒菩萨两个月的功德。这个啊，伊家谱内面有记载，当然不是假话，就是。恐怖的和尚出现在的奉化，伊入灭的时阵，伊是家己讲出来，讲出来，伊是弥勒菩萨的化身，讲了啊就完结了。所以以后咱中国人做弥勒菩萨的像，拢做伊的像，啊，拢做伊的像，伊这个像呢？确确实实代表弥勒的精神，弥勒是慈悲啊，伊的像慈祥啊，一种欢喜像，代表平等喜悦的意思。这个平等喜悦，实在讲，就是西方给了世界。所表现的，这也说明弥勒菩萨跟西方净土的关系非常密切。呀，现代有不少人想修弥勒净土，其实修弥陀净土是修弥勒净土的捷径啊。下弥陀净土去修弥勒净土难啊，弥勒菩萨虽然住在道士天，那想要去伊遐去条件真悬啊，爱修五种唯识观，爱修唯心识定，这就困难了，相当的困难啊。所以相信道士天不是容易的代志啊，无亲像弥陀净土啊，只要具足信愿行三个条件，就决定得生啊。注意想看麦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弥勒菩萨达刚去极乐世界去，伊嘛是阿弥陀佛的学生，达刚去遐，那伫西方极乐世界。
甲弥勒菩萨是逐天见面啦。见面迄个身份无共款，咱是阿弥陀佛的学生，伊嘛是阿弥陀佛的学生，也咱是学长的称呼啊，同学啊，也咱是师兄弟啊，手牵手啊。个镜头大大，我今仔想讲要来去你的道场去观光观光，伊马上就邀请你去啊！你看去弥勒净土偌容易啊，去到遐去是菩萨的洞穴啊！啊，你如果修弥勒净土去的，你是弥勒菩萨学生，我去遐是弥勒菩萨师弟啊，迄身份无同款，真洋气啊！啊，所以你从这内面事实真相弄清楚了，你就知影讲赶紧念阿弥陀佛是正确，也绝对是未错的啊。这两位菩萨的这地是宽愿呐。文殊菩萨的《华严经》内面求生极乐世界，弥勒菩萨修释迦牟尼佛的祝福，护持净土。藏修净土就是藏愿啦，天都好地是梵语，梵作中国的意思是不休息，上精进是永远不退转。这两位菩萨表演的是幻形，你看书分里面性幻形。这三个条件具足，声闻众十六位尊者藏信，文殊弥勒藏来发愿，天土好地上精进藏难一心即持明号，也唔通休困啦，爱上精进，就加大势至菩萨加难。精念相隔，意思是完全共款啦。所以咧，这个人摆伫这个面前，是有真深的意义。你若会了解，一看就明白了。这个法门如何修学，你隆重就得到了。这两位菩萨。就亲像《华严经》现在东主的参学同款，在一生当中一定是圆满无上菩提菩萨显君唯一精进，背后呢就是天林众无色的梵音无量诸天大众，色体梵音，就是咱中国人讲的玉皇大帝、道理天主。也咱观察这世间其他宗教，像天主教、基督教内面，因讲的上帝，大概都是色体梵音。所以咱对有。在宗教徒，咱真尊重。因现在虽然无学佛，拜贴佛法，咱希望因真正会当升天。为什么呢？到了天国了后，甲天主斗阵学佛，甲释迦观音学佛啦，甲天主学佛，是无？这是咱伫经常常常看到天主学佛啦。各个各层次啊，天嘛学佛，无量诸天。包括世界十八赞天，但是无包括无色界天，无色界天无合法，无色界天叫中寿天，不难之一啦、啊。因为迄个所在无合法，但是色界天有，色界十八赞天拢有佛菩萨伫迄个所在讲经说法，所以升天好啊。人间就算讲拜贴佛法，真正升天，会甲天主同款去皈依三宝，
听好讲经说法，这是好代志啊！因唔知影，咱真正清楚啊！呀，这个八字色彩翻音无量诸天，会使讲代表世间一切宗教之师，因真正来明白一切宗教道。应当合佛，应当念佛求生净土，甲伊啊信仰上帝，绝对袂违背。因为诶，成佛者是成就究竟圆满诶智慧，所以咧，在诸天诶天王，拢护持佛法。龙风河本经，这才会当向佛度生的本怀。大众，这是指人间，天师道、五鬼道、地狱道的，这是指这的大众。在众生呢，可能比诸天罪，如对下面如苦，那想要离苦得乐，应当修下这个法门。世尊在这回里面所显示的，无人客气。主动的甲咱讲出这个法门，这是慈悲心切啦。看到众生言性切咯，言性切咯，就是灵性讲出来，伊也相信，伊肯发愿，肯念佛，这都是言性切咯。看到言性切，虽然无人问，主动就会讲出来。这是显示出特别的慈悲，也十分这个通书就报告到这地。下面呢是别墅，这别墅，别墅里面有三件代志。经文讲有世界明外记录。其他有佛和阿弥陀今现在说法，这是三件大事。第一个，有世界名字叫做极乐，依报庄严，这个有是真有，不是假有啊。就跟咱现在现实的环境同款，你承认咱这个世界真有，西方叫世界真有。西方极乐世界比咱食也搁较真实，为什么呢？咱这个世间刹那刹那伫咧变化，动物有生老病死的变化，食物有生住异灭，空物有生住坏空，所以这个世间是无常的。西方极乐世界是真有真相啊，永远不变。西方世界人无量寿，佛也是无量寿。西方世界树木常青啊，无这个古代时阵，无变黄的时阵，西方世界花果啊。永远存在，未凋谢。啊，咱这个世界会谢，果子熟了会落落来，西方世界未啊。所以比咱这个世界真是较侪咯，咱应当下去希望去出真实。假使讲咱也是一生提未到。
呀，咱就真艰苦咯。何况这个话也无意思，吊咱的胃口，替咱家讲滚笑，诶，佛也有个性。佛甲咱讲啊，西方极乐世界，人人拢会当去往生，只要你肯去，这个愿决定伫你家己手里，唔是决定伫别人的手里。只要咱真正肯去，阿弥陀佛，展开双手欢迎咱啊！佛门当中有一句俗语咧讲：“佛度有缘的人。”无听到，我无缘呐。有人问我讲：“我有缘无？”我讲你无缘。伊讲为什么呢？我讲啊，因为你家己唔相信家己有缘，那就无缘咯。咱跟你讲的信啊，第一来信家己啊，相信家己，这一生绝对得胜。你要有这个坚定的信心来问我，你是不是往生？我给你点头，你一定往生。为什么呢？你的信心太坚定了。那位大师在《要解》里面讲，是不是往生决定的信愿之有无，你有真心有切愿，会绝对得胜。贫为官家啊，决定在市民功夫的千金，那是王姓的品味无同款。但是这点，咱唔通在意，唔免定定存在心上，无所谓啊。什么原因呢？因为到迄个所在，佛力一个加持，拢甲咱诱教阿弥陀的菩萨咯，咱操心品味要创什么呢？所以对于品味这个代志，唔免操心，这爱怎样？过分去操心品味，叫做打寒差，叫做打梦想，往往障碍了往生。所以唔免求这个，逐逐连连，顺利成章的这个佛力的加持。所以啊，所以一定爱相信，这个世界是真有。绝对啊，唔是假啊！祈祷有佛和阿弥陀，这是正报庄严。迄、那个世界导师，导师是阿弥陀佛啦、啊。阿弥陀佛也是真正有这个人，确确实实地迄个所在主持教化众生。啊，世尊讲啊真清楚。今现在说法，这是说法庄严。所以这段经文里面有三种庄严：依般庄严、正般庄严、说法庄严。这个说法也就是事业。佛的事业是什么呢？佛的事业就是说法啦。就像佛的经中所讲的，佛出现的世间，为什么？为三件代志。第一个就是说法，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。第二，佛做出榜样给人看，这就是光明的加持啊。这个光明的加持就是明显的加持，以做出模样给人看，给人知影应该如何来学习。第三个意思就是劝伊的父母念佛求生净土，所以这个含义真深。咱世间人最亲爱不过有父母，对父母一定是贡献最好的啊，所以佛一定是用最好的法门、最殊胜的法门来供养父母，就是劝伊念佛求生净土。
所以这是暗示，和咱伫所有一切法门当中，知影怎样去选择。这个三句经文里面啊，甲注意讲啊，也包含着性观行。所以你看，这个三猪牛在这个经自始至终，会使讲，逐字逐句里面拢含着有，这是咱一定爱看会出来。又因现在，这个、意思是惯性。真有啊！什么时候就是现在？你看，袂当相信，世界极乐啊，就是空观啊。咱这个世间太苦了，灾难太多了，迄、那个世界极乐啊，无苦啊。咱听了后，发愿啊，咱要移民过去。这个俗语叫求生啊，现在新名词叫移民啊。咱要对遐去移民啊。阿弥陀佛，这是佛的名号，更难接持名号。所以你看，性愿行。这三个意思，这三句经文里面固着了，所以高爹对本经的赞叹是绝对完容，不可思议，就是看到世尊安尼甲咱开导。经文简单明了，意思圆满深刻，实在讲无一字是废字，阿弥陀佛名号功德不可思议，真少人知影。只是听讲，哦，名号功德不可思议，究竟是什么功德呢？唔知影。如果你真正知影了，真正明白了，你一定会死心塌地去个念啊！你今日唔肯念。或者念念就当梦想，念念就无了，走去了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唔知啊，伊的功德啊，也唔知啊，伊的好处，实在讲啊，这个名号是整个佛法的总纲领，你看，五念祖老居士。在《无量寿经注解》里面，甲咱讲，隋唐时代，咱中国、日本、高丽，高丽就是现在韩国，这大帝也伫咧探索，世尊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论。法门，因伫遐咧研究，倒一个法门第一，经过长时间咧去观察、去研究，几乎公认《华严经》第一。清华严为佛家的根本法论，实在讲，华严经就是啊佛教开论。
你一切经就是华严灌输，是华严的枝枝叶叶，亲像一张手共款。华严是根啊，是本啊，所有一切经是华严的枝叶啊。可是华严经跟无量寿经来做一个比较，要无量寿经第一，将华严经给比落去了。为什么将华严比落去？华严到最后，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道归极乐，华严才圆满。如果无到极乐世界，华严经就无圆满。所以无量寿经啊，是华严经的归宿啊，是华严经的总结，也当然是第一咯。所以凭这种技术，就直接了当的称无量寿经叫中本华严，或说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。第三部经经文长短无同款啦，意思隆重啊是圆满的，都、就是内面的内容完全同款，这咱来知影。所以呢，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，这是从这个大小两本在整个佛法里面的地位确定了，咱看出来了啊。无量寿经有48品，都一品第一呢，咱搁堆，继续不断的去堆。这当年爱大家公认呢，第六品第一，第六品48愿，是阿弥陀佛讲的啊。咱仔细观察皈依婆的无量寿经，乃至观无量寿经、阿弥陀经这三部经，达理达故不离48愿，也就是讲48愿的详细说明利益啊，是这款代志啊。所以当年是第六品啊，第一，这第六品总共有48愿，都是关第一呢。这古典讲得真清楚，第18愿第一，这是大家公认的。第18愿是什么呢？名号啊，临终一念十念必定往生。所以按你一个比较呢，咱就真正明了了，名号功德不可思议，真正的意思。也会使讲48愿，就是解释这句名号。无量寿经解释48愿，大方广佛华严经解释无量寿经，皈依婆的大藏经解释华严经。弥陀名号像一座山同款，伊是顶尖嘛，伊是山峰啊。抓到这个，所有一切佛法拢总在其中，一个都无漏去。那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，未离即句佛号，就是十方三世一切如来所说的一切佛法，拢未离即句阿弥陀佛。有时咱才真正明了，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啊！所以诸位要讲消灾、消业障。简称天龙的时阵，诸魂灌顶法师，这个法师在佛教寺里面真有地位，伊的著作真多啊，收在《万历俗宗》里面。伊有观无量寿经的注解，在注解里面伊讲过。世间人
作为这个罪孽真重，所有一切经，所有一切法门，所有一切忏法，拢未当消的业障，这么重的业障，无办法消的。最后这句阿弥陀佛完全给消去，所以大家不知道阿弥陀佛消业障、消罪业的功德是第一啊。什么款的经忏拢未当甲伊比啊？咱来真正明白这道理，一心念佛，什么业障都拢消了。你修其他法门，未必会消去。这款代志呢，这是事实。这几年也摆在面前啊，因为这几年咱宣扬这个净宗，特别是宣扬无量寿经，有真好的回响，真多国家地区的同修念无量寿经的人真多，念佛号的人也真多。咱来看迄个效果，真正专念无量寿经，专念阿弥陀佛，伊的身体健康，容光焕发啦。对，较早身体唔好有病，爱看医生加药啊，现在拢唔免咯。这就是啊，果报啊，这都是业障消毒的现象。看早啊，烦恼啊，一感觉目头结结，现在快乐、欢喜充满咯。道理就伫即地啊！我伫南洋讲经，有阵我法师问我讲，伊讲法净空法师啊，你的发言为什么这么好啊？是不是会使教我？发言确实好啊。有什么原因呢？讲无量寿经，讲阿弥陀经，阿弥陀佛加持的啊，是这款的发言好啊，不是我有什么本事啊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。在阿弥陀佛的加持，就在一切诸佛的加持，所以讲这个经，无一尊佛无欢喜啊，无一尊佛未用好啊。伊这道场发言当然是好啊！你讲其他的经论，一切诸佛未护念，只有这个经是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啊！你还记着啊？第一切诸佛加持，讲其他的经无这尼啊殊胜，加持的佛菩萨少了，那当然就无同款了，无这尼啊兴旺了，这是咱爱。知影的，所以啊，这是这个名号功德真实不可思议啊！这个名号内面具足了三合三会一切法门，所以古人讲八万门中念佛第一。好了，咱今天就讲到这里。you